好奇妙，看到小孩子就喷，推给你那张照片。讲真的，可以播吗？不然马赛克。滴到我真的觉得，我现在全身都泥渣到瀑布，两个半小时我就被淋在旁边。然后说带你去梦走开，就是带你。变小金四个月 ，Markio 突破，我是代理孕母。对，那个时候真的，我真的是啼笑长谈，真的是太痛了，又胃痛，对，然后又要束缚。38岁 Markio 去年10月剖腹产下儿子俊俊，不到一周啊就开直播抱怨老公小金在他坐月子的时候打包走人，一度传出婚变消息。恶心，真的太恶心了，他是虚假啊！我都没看他直播嘛，骂到不行，那个是已经失去理智。对，我看到什么都不顺眼，其实不是只有他，我在店里的人看到气死，你看到那个交配生产的那个也不行。很多人都说沟通很重要，我那时候没办法沟通，因为我不是人了，那时候已经不是人类了，已经是野性动物，就知道那个叫呼叫。那小金现在算是神队友了吗？算是神吧，神仙。你有在努力瘦身这件事情吗？还没有在努力瘦身，但是已经瘦了5公斤。那你标准应该是40、45、43。45，所以现在 cup 多少？有量吗 ？H 34。哦，奇妙，看到小孩子就喷，推给你那张照片。讲好吗？可以播吗？不然马赛克。滴到我真的觉得，就是全身都泥渣到瀑布。我真的还要第二胎吗？你真的太过分了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前面有人真的是躲过很恐怖、哦，就看到小孩痛的指数会降一点点。就他还是很疗愈嘛，他的笑容啊，对不对？就很可爱。但是又不能那个表现得太那个，两个半小时我就被淋在旁边，然后说带你去梦走开，就是带你去在跟他聊天的。因为我知道太好，怕他会真的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是怕学哦，太宠他，太宠他。哦，因为妈妈也很宠我啊，所以你很坏，所以才变那么这样。因为我一直听胖姐啊，我的姐姐们形容我小时候多可怕。你一哭可以哭2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停尖叫嘛。吃饭也要喂2、3个小时，所以他怕儿子变成你的现世报。可是还好险他没有啦。但一直看他会，我会想要哭，我不想要他碰到一些灾难啊，或者不好的事情。对，就会担心这种。你已经开始有那个母爱、妈妈的责任感，开始会假哭，要抱。要禁止就是把那种外貌协会的那种女生啊。喜欢帅哥的那种姐姐们全部都很真的假的，对，从小就会玩女人，女人呀，那我开始捏，是哦，又会去男模店。